今天遇到我很多老粉丝，对，是吧？二十年的粉丝，没人带。今天拍了很多首上 Facebook， 然后我香港也是一个粉丝，现在这首歌要特别唱给他听的一首歌曲，叫 Jackie， 献给你们一首。绿岛小飞机，待会注意看到这个视频了。